你那时候安妮，我想问，就是讲以后他在澳洲啊，诶，吃好的、住好的、用好的，没有啊，突然在这里都没有了，啊，你任性，所以诶，断食哈、哦，断食是真正的修行，可以四十九天没吃，看你能够啊，诶，满肚子道理吗？你口沫横飞有用吗？对吧，不会。你讲我诶，讲到你讲啊，足意如水诶。可你咽一顿来时，喏，你皮就冻一条啊。那个是哪里？地狱。啊，你习惯吃饭呢、啊？你看我们为什么习惯吃饭？出生小孩，妈妈就开始教你怎么吃，有没有？诶、欸，不养家。你这样讲就是从小都被喂中药。啊，就被喂中药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被文化所污染的了。哦，被污染了以后，你已经习惯了，习以为常，你没有不行啊。所以他不会吃啊，你就喂他怎么一直喂，慢慢的喂，喂到他懂得吃了会饿了。哦，我傻哟，那阿傻哦，哇，吃惯了，你哪一天一餐不吃怎么样？受不了啊，那受不了，你有没有一餐不吃的机会？有，也许你没有了，挂在那里，躺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不要教你哦，免甲你讲哦，安尼就是落地干。你甲他拼命穿，你就来艰苦啊。所以他为什么会做泡泡？做泡泡就是出去恶搞啊。啊、哦，他诶，历史烟锁假嘴，哦，历史烟锁假嘴啊，他体态都是独步的。嗯，他结果呢？他为什么去当泡泡？你都挂掉了，不肥啊？哦，对啦，看不清楚。他挂掉了、啊，没有气啊。掉了。他没有气的时候，他的神跟他的体分离啦、啊。是这样原因的。他怎么又活过来？啊，结果他怎么活过来？那不要说了哟。他就要赶快保留他的生命，让他可以完成啊那个契机，他要继续完成啊。没有。他结果，他们家正好，因为这表皮到。一窝火要出生，他正好需要神来投嘛。他一个话就阿杜皮飞就看到牛逼啊，阿杜出来就汪汪，哎，哎呀，那汪汪啊，被阿杜当飞了，才会开眼睛的、啊。哎，你眼睛一看，怎么是这样子啊？都不一样。那一次是你来啊，所以这个是要清楚的，你才明白。什么叫清楚？看到伊安尼奇怪，他像人模人样啊，变泡泡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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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说哎、欸、哪个你起起的惯起我家你敢破啊哎、欸、你看啊人类有七情有六欲是叫你讲卖叫屌丝情妞，叫你搭戏，你看你过诶喜怒哀乐的生活过惯了，哪一天没有这样的日子，你就是很难过。你要凭什么来过好日子？乱世还有亏心，对不对？啊，乱世无亏心，是不是敢那过黑山咧？是不？那你就苦了，那个苦就是地狱。你知道有那个火炮地狱啦，有跳舞地狱啦。也有磨刀，也有刀餐呐、啊，有油锅的。啊，我们这个都在那算算是吧？要不然现在就。那个地狱在哪里？在我心中。你那个扇子扇断了没有？我扇子我那袖子给它一扯。那这个没有关系啊！可是现在有人可以要算呐、啊，要把我扇断了。啊没有嘞。啊没有要算呐、啊，没有那种干打脸哈。对啊。就会干打脸，什么叫干打脸？不会的。啊？不会的。曾经苦过起来哦，就觉得啊，这个外物很漂亮，所以不会。但愿的哈，不会。但愿人是可以汲取教训，好、哦，从此以后了无牵挂，了无牵挂哦。对啊。啊、哦，如果还有牵挂，一时尚错的，那就是地狱。所以你说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你才就是这个啊，哟、嗯，哪里哦？你已经习惯的东西，习以为常。什么叫水流失，火就到？这个水啊，只要看到湿的地方，它就有。啊，火就到，说没有人提醒你、啊，你就完蛋了。一提哦，这两提哦，
那个谁啊，昨天讲这个时代还有人哦，用起火乖呢，三十啊，他哎，这个他去看医生了、啊，自己一个人走去看医生，结果他一条河，他逆着走错方向，两三天以后被发现，怎么了？他躺在啊这个池塘旁边，满嘴都是沙，一身的就是湿哒哒。是经过乡人把他找到以后，告诉他们家人，他怎么回事啊？他平常没有失忆啊，又从学校来看，那个叫王神，你知道？什么叫王神？起不在一流没有，对吧？所以一般人不知道那个来龙去脉，总以为说还是以前传说，现在没有，确实不是啊。所以那个事情去做这种各种方面，像你刚刚提那个日子例子的，一定无啥看住，表示伊无神嘛，无感动嘛。如果无神，无神是为了无他空嘛。所以你提的身体差不多，你应该都无感动，不是？身体无感动啊！你讲起个真正规不到的时候，你底下会晕晕死死，把人家一块。人要死吼，一刹那都是很快。你有做过跳伞吗？你把想象中给那个一个把他推到那个那个门口，他害怕哦，有些工具一撞，你敢推，你敢跳？啊，男的反正就是结尾也要给他跳，你再给哎，多厉害！每一个面临那个要跳伞的那个刹那，就好像说我们要断气那个感觉，没有时空。你要凭想象来判断，所以你知道那一刹那之间怎么把自己神来运用，来的感悟吗？有开过刀吗？没有。他开过刀的，打过针的。哎，你在哪哦？要开刀的时候就一片空白了，我今天一片空白，全身麻。啊，你人有你，他神天旋地转，慢慢就恢复来了。不等了，又飞回来了。那当然，有时候你面对着别人给你操刀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感觉？我把我生命交给他，谁敢随便把生命交给他？一旦有闪失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信任他？为什么不是说我把自己生命自己来交？想你给我不是哦，不是修路的，你不知道是惊，真知不惊。你没有遇过的时候才会怕，你跳给你就不惊。所以可以用之前先心理建设，怕过程到上弄唔开心啊，还是怎样？他吃来了，之后呢？哇，就吃来了。你事后你才知道，你恍然一醒来，哇，这个生死。一瞬间就火车类似，然后那么高，都已经把你送上车了。你当初你是望乡台哦，望你有没有？所以望乡台哦，就是让你在天台里面看看你家里那些，他们无私大哭，你回也回去，去不去？那这个是真的假的？都是真的。又经济哦，因为我们一般人啊。要过转轮胎啊，都要喝孟婆汤。这个孟婆汤叫做望魂汤，某魂汤。哎呀，我敢不回答了。啊，那时候跑出孟婆那边，所谓夺舍失败，放不掉，放不掉啊。那根本不是，只要那个心力那么大，那也有很明显的闷。那你就硬是赶快冲进去。啊，导哥没啊，正常情况不是要冲下去报告说啊，我来啊，看一看望乡台。你哪有这么？你很多事情要办 ，OK？ 你会说我先去报告再去办吗？是，我是说，不是因为夺舍矿掉，矿掉会高啊，矿掉是哪个最穷的？对。那不是哦，那个不是给你看到火，不是看到什么，就是不清楚的，就是一个门啊，就定力大师才那个门啊，叫玉门，软门，啊不好过，硬闯闯进去以后出来再来个硬闯啊，不好受不了，对哦，对哦，那个所以这个是很可贵、很奥妙的感觉，所以他们讲说修行的、啊，他们讲学道、啊。
学校就是学什么？学死啊。嗯。没啊，我面对死的时候，我可以让我自己呀、啊，啊，安之若素。我记得啦。啊，你诶，平常紧张啊，啊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声音这样子。刚好你刚刚举的例子呢，从那个举道啊、佛啊，应该讲道。我可能没有那个“佛有轮回，轮回之说”吗？佛有轮回之说，有道诶，有诶，地狱这种话，什么？你刚刚讲到桥那桥，哎，佛有这样有，佛有这么讲啊？基督教有啊，基督教也有讲啊。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，那他并没有在讲说基督教。我刚刚主要是讲说有行则有理，这是不是如果走了就死底了、啊、那是不是有行则有理？因为在世俗间跟你教一只化形化了形，让你那个有那个形才去行到那个，你不完全啊。这个神啊是永远在的，我们的神是神都在的，真是啊！你看你做梦的时候，那个神出来，有没有？因为你做梦的时候，你不会害怕，没有，掉叫掉，对吧？嗯。你在梦中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也紧张了，就是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没有意料，都会照样紧张，照样怕。所以你要让自己，为什么你要去锻炼？是常常就是去想想，万一不是要想，你就要了解。啊，为什么？在这个很多的大德，他有三门，他做长老，就要让人去了解他学到什么东西。三门哈，三门之中，你有走过道场？就是只是听听而已。听你也有走过嘛，也有听过嘛，就家里马路嘛，没有。结果呢？他们有没有叫你了断生死的方法？没嘛。他们说有啊，他们就是叫你去听，就是要你超生了死嘛。还有天上就超生了死，那就是没有旁门论师嘛，那个不实际。你得真正的，你去你刷卡还是去赌球来，这种东西就是讲的本领嘛。什么叫本领啊？你知道没有？本领哦，你是。自己根本的那个办法、啊，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遇到的时候不就是慌了吗？你为什么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临危不乱、彷徨？你有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道。所以我们讲道，英文把它解释叫什么 ？Way。那 way 用不用这样解释什么？方法，对不对？其实道就是方法。你最常讲的一句话叫什么？不知道，对吧？你从小就讲，阿公你讲你不知道，唔知啊，莫在养你，不知道，我唔知啊，这方法，你养水会怎样？我唔知啊，我不知道，最常讲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方法，没有会啊，想被丢歪啊，没有啊，我不懂，一破两破。所以你最常讲的一句话，人家问你知道吗？那句话我不知道啊。好啊，你不会回答，那个直接，那叫直接反应。如果你还顿丢脸，你不直接，不真直接哦，就是要黑话。下一个，我顿丢脸，哎，顿丢脸，你看他那个是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虽然你没有讲出来，那个就是不知道啊。没掌握。你看哦，这个神怎么用？就是你很真诚，你很真诚的，如果大家现在我的老婆也我觉得反应立即反应，所以他是稍假思量，我动纠结，我不修结，就不重要，特别重要。所以你要在立即反应的那个刹那间，把神就啊就出来。为什么讲啊出来？我给他们讲过，我的力量会。我在梦境中，我在我的床，跳不起来，砰砰砰砰砰，安尼在跳。要东西几多，安尼叫敌人还卡落来了。那当然，雷打到人就会倒嘛，对不对？我摩托车啊，是向左边倾斜。可是大概刹那之间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我那个时候
我怎么那么快？就这个反应，那你再进来。你身体也要这样，身体是左倾的，我的神是这样子升上来，等于是跟它垂直90度，慢慢的直线升上来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一个最真实的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把它转去给高人身上，他的神就会给几个几个意出来。用神的时候，神就出来，你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就像中尉突然跑过来啊，我也叫高人啊，哎，那是浩浩，这个就出来了。很奇怪喽、哦！你可以看到他全身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也在看我全身。那 A 啦。我全身啥？全身就是这嘛。是吗？这个变没啦。那没变啊，对吧？没变，你没变了。所以你不知道，一直在哦，会花我重要的。啊，也袂歹啊，一直都。啊，那好，伊是心肝的苦。好健康，我讲未出来，演技他唔知影，太好，足型的，对。他现在讲，我较早我来讲你做，对。因老公慢慢在心里，基本出去外口拢唔会回来的，哦，伊做外务啊，都会基本出去来，无回来的。哎，他这里诶，我诶，把门关得很严，啊，关门到人关得严咧。啊，关于做严，你甲关你出来对啦，啊，出去叫出去都唔会回来啊，对。啊！你把酒斤斤当重，哎，出包摊嘛，都一直一直诶，一判啊判啊判认真啊，对哦，帮啊帮啊帮，单无人啊，对。不会啦，我习惯他不会。太习惯了啦吼，啊，一直那种无魂无体啊，真的没有魂魄体哦，把酒安尼两眼直视哦，他讲起来很快，他讲起来爱困也未困，啊是有困啊无无无困，他加班无啊，现在我叫袂得来，哟。我回去会到三条水，那我讲肝阴虚火，浑身肝啊、破水肺啊，那个叫魂魄，就无必要刷你啊，不能为东西啦、啊，拿不定主意啦。是落尾就因老公中风，对哦，中风了不就回来了吗？啊，不然要地牢对啊，诶，要一定要许多的啦，哦，结果慢慢愈好去，慢慢愈好去，伊讲营养食药啊愈好去。那是定心丸定落去，伊就好去啊。所以那个叫相思病，你看。你不要相思病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？哦，老老婆婆。哦，那个你怎么相思病哦？哦，拜托。所以这个就是地狱。你知道什么叫地狱？我给别人来说，那个就是地狱嘛。如果你是真正的上五天所拣选的人才，他会处处点醒你。拣选的人才知道。把你敬的，特别把你敬起来，敬起来要来，啊，我后世人代志要去做，一定会把你很大的，把你活精细细，很圆润，圆多多，让你洒脱开。所以你看是不是时间到了，要整个带带，你看时间到了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是不是要？打一场好仗，这场仗，他们原来说啊，2035年才会，都提前了。那他自己要打什么仗啊？那魔兵呢？魔兵，你打弹要来进攻这整个地方啊？你用下面有魔兵啊？魔兵上上下下都有，他千变万化，能力强得很。所以魔就是同在。有神就有魔，那魔诶，现在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道高天上，魔在天上，他始终都诶，不应该管这点的，因为你不在，你的守功力也很困难，人陀情菩提啊，所以你看很多到处灾劫啊，你看四川大地震，921大地震。南洋海啸，啊，紧接着哦，我们心里准备的，大概就是澳洲了。是吧？发生问题。怎么这么多人都这么说？那时候就现五彩云呐、啊，问题也是。我好听。哎，五彩云都已经是败的事情了。哇！五彩云已经败了。
你不要以为他就讲，人家讲做讲股票迄落来成团，伊是讲那几年来没有破啊，再算是破很大问题。无，我无破。重点哦，你知道吗？2012年，北极的水那个冰，它要化解的时候，我问你，那个水要跑到哪去？放生嘛。放生对啊。上升啊。那上升要到哪嘛？你说嘛。就淹呐。我爱你。第一，水平面底下的那个地方最重，没有山的啊，都会从这里。你想看对不对？人间天堂啊，人间天堂变炼狱，哇，水深火热，你讲多？大杨哥，所以其实我那天我不敢，那么多人不敢讲，我叫下棋啊。上一次某一贯道现在上次那个我们那个对啊，那个王前人他也有讲，他说哦，那个一贯道的那个天祥祖的前人，他有讲，他有一年的法会，他就讲了，就是南亚海啸以后，然后就死了那么多人嘛，他就说来到澳洲，他就讲了，他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。原来是那时候的话啊，时间那时候就很多去南美洲啊。大洋洲往南半球跑，南半球北半球就是一条水而已啊，那个潮来潮去，你也不一定是南半或是北半啊，是因为澳洲纽澳那个地方都低啊，没有高山啊。有高山吗？如果洪水来能跑到哪？没啊，那是丘陵地。什么丘陵地？雪梨的丘陵。你不要说什么两年以后那个雪梨啊，那个歌剧院就在水下了。哇，你是武力吗？不知道。那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预期。我们那天去，你没有去啊？估计二舅也行的，家里有皮啊，安有好皮啊。我们去到那里，云哥，我们到哪里啊？我弟弟也去，也得居士，明日居士林。明月居士林。明月居士林，你都看观音顶头，不是观音，有历史表，哇，足清楚的。那观音，观音的那个银像哦，叫你看呀，还大家一起来去吧，有挂在布洛格啊。然后我们去到国家那个战争博物馆，战争博物馆的时候，吴彩云啊，我们大家看到无啦，伊也堪袂老老去个。吴彩云就是地底下放出那个热量，那 negative 就是表示说这里跟你。那个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就有出现一块地，诺亚方舟来的时候那里有出现，所以这个不宜渲染，但是我们不怕，我们不怕，我们来去自如啊，对不？我们还要顶尖救世，所以啊，我想我明年还会去澳洲，明年还会去澳洲，你知道吗？嘉玲去的时候多么奥妙，他跟我同个位置啊，啊，那是吧？那有讲给你吗？有，你那天我有看，然后说，老师要啊，立体的看，立体的电脑要叫伊啊，哦，改起来，结果伊坐了阮十四排、十八排，阮拢无出去，不认识啊，啊，不认识啊，啊，你在底下讲要接我，啊，我不是，我是要接你，啊，你接我，啊，你接你，结果，哦，我们就这样子各自走了。船员都要具备的，诺亚方舟才能开的。你不哭也没在，对哦。啊，你看你家己很奇怪哦，你家己东西不用，伊迄个迄个在那摆哦。哦，台湾澳洲中央迄个在走位，迄一气气气能挂起来，所以那个都是因缘凑巧。所以这个机缘呐，都不是随机做什么的，足足连到做到位。是啊，因遐拢唔捌做个社团的啦。那但是因为我以前都做社团，所以我刚好 啊，这么巧。那多会干预就等于也看完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车上又刚好有红布条。隆冬你说那百合路的，所以树既定则无谋。这个树嘛，就是既定的，是早就定的。也许时阵呢，叫家里话来，你去呀，哦，啊，大家会讨论，会讨论，就是各种自然大事。
东西，去连连着，不是一个人可以做，也不是一个团体可以做，对吧？都要来。我们去那个持续也参与啦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持续也参与啦，还有那个谁呀、啊？进攻进攻学会这个敬宗，他们也都有参与了。所以这个事情是翻动整个大洋洲，南大洋洲。以后也知道，肯定我们要身先士卒，走在最需要你的地方。哦，那这个不是谁想到的，一切云长，啊、哦，既然滑跳了，咱们起跳了，你也不能啊，那我们不能徘徊啊，我们在徘徊，我们在等很多人听不到你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在前头，把这个神啊，让大家都可以体现了、啊。大家就可以安心，可以立命啊，可以安居，可以乐业啊，这个才是我们的需要。那么另外，地球都不一样，大家都可以在酣睡之中，在睡梦中呢，要大家来说，哇，这是人间的天堂，是什么？大好，大好哦，大好，大家来说不？所以知道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今天跌20块钱，澳币，还会再跌，他是从16块，你们去的时候16块，对吧？嗯，他总要这样子。那澳洲没有生产啊，他没有工业，没有企业啊。他有矿产，有石油气。对啊，就卖那个东西啊，就是祖先的遗产啊。卖矿还有吗？嗯。所以不是只有这样子。澳洲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啊，那你是不是我们同胞？民无同胞，物无异。要秉着这样的，我们啊，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有这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事，去见证这一场，叫见证的，不然你也见证不到啊。为什么那一群人就有机会可以见证？我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你躲不过。如果你当阿当年那个祸事去避他，你躲不过。啊，我叫郭先生，你好说。如果可以去的话，一定要去参与。啊，我们应该要顶决来救这个事，最起码让那些啊能够听得懂我们的意见，能够听懂我们的话的人，得以醒悟，赶紧把神给找回来。你才能够招人到信心可以啊，你也才能够把这种精神往全世界再扩散。这个灾劫哦，洪水泛滥哦。大概180公分。哦，我们家过去一点点的那个叫做卡巴马塔那个地方 ，Kennyvale 那边哈、哦，就是再过去一点，在 David 他们家那附近，我是听他们住在那边的人讲，他说100年一次的那个淹大水。对了，有100年一个周期的，有120年一个周期的。淹多久？就是会那个整个淹上来，他们说之前是100年前，不知道啊，我只是这样听说而已啊。没错、啊。这个总会一直在循环。一直在循环。那历史也是一直在重演嘛。一直在重演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我跟他们讲，你说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历史啊。一直在重演。其实现在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历史在重演。所以人有最严重的问题叫做历史健忘症。对呀、啊，忘掉已经过去苦难的历史。对呀、啊，健忘症。那所以你有历史健忘的本事啊？对呀、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你面目模糊嘛？什么叫面目模糊？你看着含糊笼统，似曾相识，不知道真的相识吗？你也认不清吗？你不肯定。哦，再来呢，你有啊，有所谓恐惧改变，什么叫恐惧？我现在很舒服，对不？哇，哎，你今天好水，你今天选票吗？你叫我改变，你可以吗？哎，你不改变了，等什么时候？你就某一天改变了，我现在没有空可以改变了，要等到有空，什么时候有空？当年没有空，如果有空，我空我就。对呀、啊，有空了吗？谁会对处理？不是吗？所以自责，他遇到事情就当机就发蛋了。哦，发蛋了。
善有善有当务之急，当务自己，当务别人。你没有机会吧？大家都玉石俱焚嘛，没有机会嘛，那是不对。所以现在是玉石俱焚的阶段。那懂的人，他跟着这一个顶结以后，他也可以超越，完了他自己的结束，了业了业了了罪前，也可以做，也可以玉石俱焚。那你懂的人、清楚的人来去自如吗？啊、哦，他不会为之所苦，谁会苦？是不懂的人苦嘛？不懂嘛？为什么不懂？因为在讲阿弥陀佛啊，你也接受啊，你不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分散的业力啊，对不对？你以为说啊，我们跟着去众人走的日子啊，那不就是下地狱吗？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。今天如果你不清楚，我讲这个是多余的。针对清楚的人吗？很清楚啊，我说很清楚啊，所以我循循用力力就是找清楚的人，他清楚的人，他也宁可让周围的人也同时清楚，这才有用。如果不清楚，那他肯定没有用。啊，他带着他学长，对，他也是不一定的。这就不灵不灵，他把别人错当是他，别人哦看到那个行进的底下，就以为他是他，那跟他什么关系？不是，所以是不是不是你说的？我说啊，你也不急，不要怒过去，不要怒过，你一旦急的话，你生不出来，你害怕，所以这个古来啊。在佛经里面不可说、哦，就是不可说。说了以后，你如果要金钱发卡给的时候，哎，阿你我这边金钱发卡，那个念头就拉回来，你就不理呀，没治疗。那精神，那个精神呐、啊，那真正的可以羽化的时候，那是事业第一啊。如果跟你讲了啊，我快到了，哎，是哦，我等到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就在那开会，你们拉回来了，你们练头把你拉回来了，所以不可说。那个意境的话可说，但是今天不讲哦，大家明白这样的人，对吧？苏妈修炼他做了一六，那我们这边许叫你就爱也要用心，叫你嘛会成功就叫他做一路哦，就懂得去布施了。你说是不是把自己布施布好了，他就布施？他做过量的够不够？不就是又落入到对待之中吗？一旦有对待，始终是开会，没有经过，没有清楚的人讲话都不清楚，拢未准确。你不经典嘛？你说过语嘛？哎，他可以用那个英语学话的嘛？哦，一般人也一样照顾嘛，啊，一样话我家呢？哎，很清楚嘛？你清楚吗？不清楚没有。所以这个时机不得已啊，不是不得已。你我刚工程就两个人家有劳啊，舍不得放不下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天机定对呗。不是我们台湾这个蓬莱仙岛这个先登起驾，那不然还有机会吗？哦，千兆万亿年。今是这个好机会，要不然你还是流浪生死哦。所以用神就把自己呀、啊，可以彻底的贯彻在无时无刻都可以哎，写下去怎么样？有形呢、啊？有形呢、啊？叫用神之道，叫做说幻自如。你没有听过，你不能说幻自如。智慧经过不自然，你没有尝试，你不知道说用神有多深的功夫。在佛经里面讲的啊，这个就是啊不动事，就是阿赖耶识。你是从文字里来解释的，你没有真正的身临其境去感受到，天强不感，这个金蝉的脱壳，
那个感觉是没有足够的，很难。啊，你过了以后，你要随时来去治疗。今天有事，你等一下，我睡一下。这一睡一出去啦，或者你讲到一半，你来了不省人事，我就出去啦。那种来去治疗嘛，所以去办代志，我都是啊，就真好笑。我们人家都已经感冒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听起来很神话，对不对？化神，言万物之妙。好、哦，这个万物之妙的位置，妙万物之言者，它可以啊，让你各方面都可以通。我说嘛，你要当艺术家，你这样也可以通啊，你信不信？论神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神达，我可以哦，你把乐器啊，这些我买来，我可以通啊，你信不信？